大麻是毒品，从2023年2月1号起，大麻二分，也就是 CBD，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。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，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。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，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。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。 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，不吸毒。